啊，就是先录制好，那录了一堆东西啦。不过其实最后去无存精之后啊，大概就只有五行程式。哦，啊，其实有一行啊，这个点 slash 这个哦，先给拿掉。所以以后你如果看到点 slash， 大部分都可以拿掉。但是上面这一行的点 slash 就不能拿掉。如果你拿掉的话，好像会发生错误哦，这可能要注意一下这个录制的原理原则。那后面的话就是那个文字要放什么，变更一下哦。然后它的字的大小，还有它的那个颜色变更一下。不过你可以发现哦，这边有一个地方呢，蛮重复性蛮高的，就是 active chart 有没有？这边又一个 active chart， 总共呢，它总共会有四个 active chart 放在这里。那所以如果说假如哈，你每次看到这种 active chart 一直重复的话，我是建议哦，你干脆把它改成 width 就好了。那我刚刚讲的，那 width 怎么写？就基本上就这样了哈。一般的习惯就是你把一直重复的东西，你就把它写在上面哦。那你打一个 width， 一般的话就是一个物件名称。width 这个哪一个开头名称这个嘛，你就把 width 这个放过来，然后加一个空白啊，记得呢这边加 end width，end width， 反正你要有个头一个尾啊，里面呢只要哈出现啊，所以建议这中间这三行，三个，上面还有一个，把这个漏掉了哈，这个这一行再把它搬下来，总共四个了哈，然后我们基本上呢可以把什么？把在 width 里面的这一些按 tab 键让它缩排一下，因为如果你不缩排的话，看起来其实 非常的不清楚啦，所以建议啦，一定，如果你不缩排，程式执行是不会有错误，但问题，看起来就觉得很不清爽，所以一般习惯呢建议，一定要按 tab 键 OK，然后再来的话，你只要把什么这个开头的 active chart 全部呢把它 delete 掉，但是记得一定要留一个点哦，也就是说，那个点的前面就是它就自己去找上面这个名称把它带下来，所以这样的话OK， 这是写完的结果，所以第一个啦，我们如果把它执行的话，假设我们现在就是执行这个的话，如果我现在执行这一段程式的话，那应该理论上就会出现了 OK， 有了，所以它位置是在这个180、300、200的位置，不过我在云端上我看一下，我好像放的位置也是，我把它改啊，其实200或多少也 OK 了，反正就大概这个数字你可以再变更啊，宽跟高也可以自己再变更一下 OK ，理论上大致上，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如果你要删除的话，其实你底下还可以删除的话，其实也蛮简单的。如果你假设要把它删除的话，除了说可以用滑鼠去点选按 delete 之外的话，其实你可以写一个叫什么 active 目前的工作表上面的那个 sharp sharp 特别重要，那个 sharp 指的是这个图啊 OK ，点 delete 那哪一个图，其实有几种叙述方法，如果你不知道它的名称叫什么的话，那你就可以给它数字一，当然前提是里面只有一个啊 OK。那另外一种写法说，你可以用常用里面有一个叫什么，叫做选取窗格，这边会告诉你它叫图表八有没有？你当然也可以用这个图表八的名称来删除它。可是问题，我觉得比较麻烦。为什么？那如果你要图表八的话，你可以讲这边叫图表八，而且，名称不能写错哦，中间要加空白。我看一下这个删掉它可不可以，你用一或这个图表八，那我们把它执行按 F8 好了。Delete， 删掉。可是跟各位讲哦，这个方法，不太 OK，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现在执行图表八对，你下一次的话，你再执行它，再执行一个，那如果你再执行删除的话，它会失败。其实，理论上应该会失败，为什么？因为它的名字怎么样？现在叫图表九了，所以怎么办呢？这很麻烦呢，他为什么不统一一下？以后叫图表就好，不要。你如果像执行的话，他会跟你讲找不到名称。OK， 那怎么办？如果你用一的话了，好处就是说他一定删得掉。所以这个怎么样删除图啦？这个比较麻烦一点，不像之前文字，反正就范围选起来 delete 掉就好了。这个一的话呢，就可以删。那除了用一之外，另外我也想一个方法，就是说呢，做逻辑判断，如果它的前面两个字，是图表的话可以删除，好吧，这个再看看，对吧，一，按 F8 有没有可以删，所以，我是建议你用什么，用这个方法来删。
那再来的话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哦，这个直条图 OK 了，再来就是要再完成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圆形图这个东西。那圆形图我希望可以长的样子大概就长这样。那上面也许名称可以变更吧，也是变更跟前面一样，各分店业绩。那所以呢，我建议可以分三段来录制。哪三段？第一个你可以先录制什么？产生那个圆形图就好。所以特别注意，这个圆形图相对于那个直条图会比较麻烦，比较复杂一点。为什么？因为它会多那个所谓的资料标签。那第一步的话一样我们就录制巨集吧，然后这边叫圆形图圆形图，那我把它分三段录制啊，所以圆形图一好 OK 第一步第一段比较简单，一选这个范围，二的话呢插入这个圆形图，然后选这个就好了，好 OK。那至于位置我们先不要，因为我们可以仿照刚刚的方法把它停止一下，停止录制第一段这个先手动把它放到这里来然后这边如果我再把它 delete 掉，然后我再去到那个刚刚我们录制的圆形图一编辑一下然后把它开起来看一下，我刚刚录了什么东西呢？一有没有发现它其实跟刚刚的程式蛮像的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有没有发现？这个可以把它删掉，这个不用，其实就两行，add chart 2然后只有这个啦，什么图的样式有没有不一样？那 source 一不一样？ source 这个也一样，所以这个 source 可以跟刚刚一样的方法，甚至可以拿这个上面来改都没关系啊。有没有这个？那另外甚至如果我今天把它搬到这边来好了，这边秀在这里，按 F8 有没有图出来了？但是位置不对，位置最好放哪里？放在这里。所以这里的话应该是怎么样放置会比较刚刚好？特别注意因为这边这边到这边我刚刚是180啦，对然后这边到这边是300，所以中间空个20好了，假设啦，这边加起来是480，500500的位置，所以呢500，然后呢这个宽这个往下的话10，宽度的话也是300好了，高度大概多少呢？高度高一点嘛，我刚刚是200，也许这边给它也是300好了，假设给它这样的大小，我们来试一下，如果说我今天要重新再输出一次的话。那其实可以照刚刚的原理原则嘛，在这边逗点加上500，逗点10，有没有？然后300，宽度嘛那高的话也许给300好了，OK， 好，那我们再执行它一下，按 F8， 这个你会发现位置对不对呢？看一下 F8， 有没有发现？就刚好放在我想放的位置上。那范围的话这个来源 OK 了，好，第一个部分 OK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请各位再录制第二段，第一个嘛两行而已。那第二个的话呢，因为我要变更上面的标签，所以变更标签的部分的话，我们再录制第二段。所以这边也许我名称叫图圆形图2好了， OK， 按确定。那我要变更什么呢？第一个记得一点选这个圆形图一下，好不好？跟这样，跟这里，跟这样，应该是什么？直接到哪里呢？先点选这个图表，好 ，OK， 第一个，第一步。第二个的话，请各位点选上方的那个设计找到叫新增图表项目的这个什么资料标签终点外侧，这个可能要稍微找一下。如果你对这个功能不是那么熟悉的话，设计。新增图表项目的资料标签终点外侧，那这个时候的话，它会帮我怎么样把那个它的那个标签部分把它显示出来。OK， 那再来的话呢，我要把这上面的标签改成什么？它的这个地区的分店名称跟它的百分比，所以按右键资料标签格式，记得这边会跳出一个。这个页面然后呢，记得把那个类别名称打勾，
只打勾取消，把百分比打勾 ，OK， 这样子完成了。完成之后呢，就等于是完成第二个录制句型，所以一样哦，把那个第二段给停掉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段到底增加什么东西呢？哈，哎，在编辑那个哪一个？哎，这个图，哎，原型图二编辑。那你可以看一下哈，这里面的话基本上呢，上面的这个也可以注解拿掉了啊。那我们基本上呢，就是把这一段给做出来了。哦，你会发现它其实第一个啦，一样先把这个图给点选，哦，所以。然后针对这些效果呢，把它加上去啊。最后的话要把这一块炸开来，所以我们在最后录制一个哈，叫原型图三。OK， 然后三的话就是再把它录制句型啊，一样原型图三。那炸开怎么炸开哈？三，按确定。一，记得哦，点选整个原型图一下。第二个的话呢，点选你要拉出来这一块。台北这一块，三的话往外拉 ，OK， 好，录制完第三段，把它停止。那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哈、哦，它帮我录下来的东西呢，应该是这个，啊，编辑。那你会发现呢，基本上哈、哦，它其实最重要的啊，就是这两行的，总共三个动作嘛，所以你会发现录下三行，一，点选整个。整个就是这一个，它一个叫什么 ？Active Chat for Serial 这个correction 哈、哦、一，它指的就这个。点 Slate， 第二个的话 Points 一的话，应该指的就这一个区块。所以你会发现每一个区块都是每一个 Point， 那这个应该是 Point 一啦，这个 Point 二 ，Point 三。所以以后如果你假设每一个区块都要移出来的话，你其实可以改一下啊、哦，比如说现在哈、哦，我现在是。这个一把它往外，那后面的话就会产生一个 selection， 点 expulsion 的嘛，它就炸开来15嘛。所以如果我今天想要把新北市炸开那个大概10好了，其实你会发现，你可以把这个 points 哦改成2，啊它是顺时针方向1 2 3 4 5 6哦，所以你甚至可以每一块都炸开一定的程度哦。OK， 那我们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好，有没有？它目前这个，它就整个选起来，再把第二个选起来，所以你会发现哦，新北市这一块被选了嘛，哈、哦，炸开时，有没有？哎，又炸开了，所以哦，请各位试试看哦。那我把它全部跑完好了，也许啊、哦，这个把它 delete 掉，然后把它这个程式哦，这个改回来了，这个改一，这个改15哦。所以啊、哦，我们做法是一，产生我们要的图放在这个区块。这个哦有了画了，然后 source 给他有了第一个哈、哦，第二个的话呢，我要再执行这个区块。那这个的话，不过你会发现哈、哦，只要里面有 create 这个什么 char object 图表13的部分呢，一定会失败。为什么？因为刚刚图表13已经被我杀掉了，现在应该是图表14。那你总不可能说你现在哈、哦、把它改成图表14，你我执行给各位，你发现哎找不到了没有？那你总不可能说我现在把它改成14吧？14我看可不可以？哎14可以，那可不可能永远都？所以跟各位讲哦，只要以后你看到什么图表多少，你干脆直接怎么样把这一行给注解掉就好了。其实这一行不需要了哈、哦，你不用跟他讲，这个不用，那这个也不用。哦、都可以过了 ，OK 哈、哦，所以哦，它其实第一个是什么？它这边是 set element，set element 是里面的元件哈、哦，把它 data label， 把它就是资料标签，哎，对 ，data label 就资料标签，有没有 ？outside end， 哎，就是终点外侧，所以它这个的指的是终点外侧，有没有？所以呢，如果你执行这一行啦，所以其实这一行就等于是终点，把它改成终点外侧的意思啦。哦，只要这一行就可以了。好、哦，然后呢，再来的话呢，就是什么？它的 data label， 就是它的资料标签。点 slate， 点 slate 就是选取，所以我们刚刚有按右键，就是点 slate 动作。哎，有了，选起来。然后呢，它的那个名称有没有 catalog 这个啊？catalog
Gallery Name 哈，这个等于 True 的话，意思是它的那个类别名称等于 True， 有没有？它就把它的名称给叫出来了。然后它的 Show Value 哈 ，Show Value 把它关掉的话 False， 有没有？关掉。然后呢，它的 Percentage 啊，这个有没有百分比啊？等于 True， 哎，百分比又出来。所以其实这个上下的关系哈，大概是这样子。啊，最后一行这个其实哈叫什么 ？Application Command Bar。这一行其实没有意义，这一行其实可以把它删掉，所以我把它处理掉了，这一行其实不需要。好啊，所以哦，我们刚刚总共录了三段，一二三，那最后其实你可以把它拼凑在一起，那就可以完成这个区块的这个原型图。OK 好、哦，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哦，我刚刚分三阶段哦，一就是把这个图先画出来，第二的话呢，把资料标签设定，第三个把这一块炸出来，最后一部分，这个把它炸开来。把那个台北的部分呢，把它炸开15啊，所以一选取整个圆，第二个选取台北，第三个呢把它炸开15，有没有 ？OK， 好、哦，那就大功告成。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